梁 Sir，嗯，精装好还是毛坯好？其实呢，这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是有适合和不适合的啊，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家庭情况，包括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我们来说一下毛坯房的一个优势，优势就是在于你可以自己全面的 DIY，想装成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自己来选择啊。当然它的劣势就更明显了，你想要省钱，你就没法省精力，你要盯着这个施工队从头到尾事无巨细挑材料啊，然后施工啊、验收啊，哎，中间如果发生什么质量问题，再加上纠纷，非常消耗精力。比如我当年装修就被人坑了几万块钱，有苦说不出啊，这就是毛坯房问题。此外呢，如果自己装修啊，这个成本很有可能会高出一些。第一，你不是专业的人；第二，如果开发商的精装房，他几百套、上千套一起来采购，整体的这个装修成本会比较低一些。当然，有些开发商也把这个成本最后加一点价格啊，算在了消费者头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这个自己去衡量。好，说完了毛坯房，我们来说一下精装房。精装房最大的优点，那就是省心呢。现代社会什么最值钱？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对不对？如果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赚钱，何必在装修上花太多的精力呢？第二点，精装房。这个住进去啊，小区里边不会有太多的叮叮当当啊、冲击钻。如果是毛坯住进去一年之内，不好意思，你每天早上醒来你就听着隔壁啊给你来一所这个冲击钻的交响鸣奏曲吧啊。但是精装修的这个社区相对就好一些，也不排除有些人可能也稍微弄一弄，但是相对少一点啊。夸了这么多精装房，它真的十全十美吗？不不不，精装房的好处很明显，它的缺点也是很多的，那就是要看开发商有没有良心了啊。精装房出现的质量问题，那是维权的一个重点灾区啊。比如出现这个地板的开裂呀、墙面的开裂呀、漏水呀，或者这个停电呀、电路出问题等等等等啊，甚至有时候水压不够，家里边出不来水啊。所以呢，在这个买精装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你签的这个合同一一对上去，选择的什么样的电器、什么样的线路、什么样的地板、什么样的墙面。你在后期啊真正交付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对证啊，而且呢这一点实话实说吧，精装修的住宅想要完全排除质量问题非常非常难，肯定会品控上出现一些的瑕疵。但如果是好的开发企业，有品牌的开发企业，它会积极的应对啊，在后期这个维护还有重新的修整保养方面啊会比较的积极。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你买房的时候要选择比较大牌的开发商啊。好了，关于精装，关于毛坯，就跟大家分析这么多。总而言之，最后决定你买这个什么样的房子，还是你钱包的厚度。哈，好，每天一问题，房产没秘密，明天我。